我去年都讲过个一包，我下回讲下话他啦。一包。一包哟，好，你等下坐啊。我去年买一个，我去年买一个，这去年足大条足水啊。这去年你看看这水吧，我这炒饭炒面啦，我加点焖焖一下 ，OK 啦。买两大就好啦，超大。还两大。还要买大？这鱼鳞啊，好，看偌大呢，偌水啊！你看，请看卖咧。还两大。有钱的阿姨如果还没找到自己，我只能说。我只能学那些直播间的直播主了。火箭呢？火箭在哪里？还有两百，还有两百，够人没？大条黑，一个好吧？这边很多，你这边个少，等我个清嘛来。来，小鱼干帮我啊，一波帮我啊。我这边还好多呀。来，我这个这个一波哈 ，OK 了，一波我先来吧，进来，小鱼干来。那些直播间的 女直播主都不是都在嗯，这个黑人快去盖，这个要快去盖，好，需要火箭。285。这个黑人足水的，全菜市啊，你卖的这个黑人算上大条的啊，全部都大条的啊。哦，这个平常日啊，不是过年的话，过年还有更大颗的。这情况不对，因为哈，这会做哈，过年期间更大颗的，那大条的出来会。足大个啊！这比五十块的一比骨较大，比五十块一比骨较大，大些哩啊！可以两倍啊啦！啊，最高搁两百块多，搁两百，搁两百，啊，无人来啦！最高，像这个讲鱼竿，你海高龟啊，我这个卖钱啦，我这个卖钱好不？这小鱼竿多钓一个，你问走走鱼吧。啊啦，好啦，还足水个，还一百元。啊，一波打细只诶，这一波足水诶，你搁买者小只的，我一直强调小只的。最近馆长才捧红了一个直播主，那个叫一品吧，一批，啊，一手要爱爱红遍 YouTube 的三个月。来，波人来了，帮助，来得啥？来五杯啊！来五杯啊！这几桌顶鱼啊，这大是我顶两种，顶个小鱼拢一种啊，我鱼啊未真久啊。第一针请你相信我，海鲜不要多吃啊！你等下用清蒸的啦，清淡的啊。哦，这个干煎白菜，我先跟你讲一下吼，我无跟你讲冷笑啦。这鱼啊，规只甲当当咧乌啊，这正乌工啊。我顶一阵仔咧烧钓鱼啊，一个月去云林钓两三遍啊，钓不只大只啊。这只我卖70元啊，我无开玩笑，这两尾鱼啊，有台有台哦，有台哦，两条120，有人来我声，我开个小店的。哎 ，EP 有两个，一个是专门在打快打旋风，跟谁都可以。我不要比多鱼好吃哦，活的，他过来挖的，海乌龟，这两尾够百里，有人来吧？够人来，不吧？还无人来，我先来收钓，你要真多。你们啥？东西啊？东西啊？都在那花贵呢。看看，这东西很好花的，这都在那花贵呢，这那个门前啊，你们上班干要上哪好啦？你看一下，小姐，你搞一搞，你不自家提嘛无要紧，我咧提算有大细只，我讲一下，你看一下，下只咩三百，你都食到便宜尔，我两比个。哎，秋天妹妹早安。只三百，三个多只，个三百。所以营军都假日比较忙。沙板啊，你等下先哦，沙板啊嘞，沙板啊，沙板啊，无大号啦，沙板啊，讲你第一狂，第一猛啦，一只卖百块拢有啦，两百二啊块啦，有牌啦，一只剩百三啦，一只剩百三就好啦，赶紧啦，一只百三两百二啊块啦，哦，你看来高工资了，捞鱼扔掉啦，一只嘛无啦。学历不代表一切啊，人家一品的流量就是比另外一个高啊。这几家两家？几家？你好，我到你们台啊，我来了，我搁收上来啊。啊，破冰也是啊。我来个破冰也是啊。
来，这就就这里就一个尾啦。来，等伊啊。有台跟无台，啥物问黄姨？咱讲真正，无紧，少年老家有买无买无紧，但是我咧袂晓，我歹讲算笑。有台哦，五百五，我一块卖一百。有沙这里有六条，不要沙的五百块。这里有六条，要沙跟不要沙，你看一下，比较一下没关系。哦，这菜市要无人行李，这个就太贵了。500跟500就是杀的，这个早上都是卖100的，讲真的你比较多哦，没关系，这给大学来的我们算 好客人啊，我们都给管起来，我们都说实在这鱼啊、哦、保证的新鲜，你放心，真的真的价格还是一回事，这杯鱼啊你杯青烟你从头看到尾，我的有没有一条是昨天的总店总店卖青杀那就是500、哦、那个早上100、600，下面猛这边紫菜，来紫菜来紫菜来，来你都敢拿出来？也被拜托去代课。他说他开学的前两个礼拜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上课，然后隔离，还叫去帮他代课。来，下面猛这紫菜哈，拍水来，那皮姐好哩，我再讲一遍哦，就不多说了。还一百条，上来。哎呀呀，哎呀，全部归阿妈，只要一百，两阿百八，三二阿五，来紫菜一百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啊，叫你备来，小姐。啊，师傅很健谈啊。谢谢。这个紫菜，这个没有人在卖这么多的哦，来，最后一次哦，五盒，全部的紫菜就单拿单，谢谢阿丽，谢谢小姐了。一百，一百好不好？全部的紫菜。谢谢了，他拿了大三，请问一下，您住在的公厂？下来高张。我昨天无啥，你刚过来去接我，我来主要作息无作我，我刚过来去接我，他们他们嘛过来去接我。这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，但是你自己看一下没关系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一种的，刚刚解冻的，刚刚泡水过冰的了，没有错。那个一盒一斤半，240元，三盒700，一半，这300元一包汤，三盒哟，三盒你阿爸得得哦，咖喱就白，白米羹你变成豌豆的，有问题拿回来退钱。这遐咱这卖很水，这真正900克的哦，一半当然真正啦。早上学习的课。台美到齐，齐中刚过完，台美到齐中就被停了。然后学校还怕我不接，就直接把连总没有上课的薪水都会给我。我招三个人去，我讲三个就三个，我的人不跟你啰里啰嗦，你知影我的个性。有当时啊，我无卖你，一包要共买，单单的卖100块，做伊领者，我问一下，一包送你，这两包我足水足青的，你看好，一包够行啊？还要等一下。这两包啊，一包什么啊？来，再一个，搁什么啊？来，帅哥一个，安得啊？有啊，啊！你讲招三个人去尔。金元月，这是南投新竹的日子。搁一个，再搁一个尔，再搁一个，今天再搁一个，那边无同的哦，物件无同款的，来，帅哥一个，搁一包，拢无啊？这个叫咱扣掉的，我搁给你请教一下，你要吃啥？那个是我们的吗？哎，这个。啊，那个有人听无到。有啊，你不是你吧？好，不要紧，来，我再摸一包，一包好不好？找高吧，弄掉过来，找高吧，找看那个是谁搞，200块，想起来了，好了，我昨天今天找到用了啊，都做到过来。哇，想要给你推荐两三鱼啊嘞，你到要听我讲一块，真正的。我是学校怕我被其他学校抢走，所以上学期连同没有交的那些中介费也一起也一并算钱赚给我。
箱子啊，不叫箱子。那什么子啊？哎，那箱子的是拿到地无地漏水啦，那箱子的是不漏水的，不够大的话，等一下再换大一点。长凳子啊，帅哥你先拿剃头吧，剃加头啊，哎呀，太可以了，兄弟，给你七点多，等你放鱼啊，你太欢喜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帅哥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这多多十个，你到那再来放鱼啊，真的真的，我鱼啊米啊贝的哈，钱钱贝啊，阿走，七只哦。一块吼，金华大，这叫做金枪，另外一点卖叫红沙。小的，大的。我卖招伤济人去啦，我三个人去问济哦，我咧有讲的足简单嘞啦，只只遐了钱啦，无台啦，一只超过百块你买袂着啦，一包人啊啦，一大买啦。你菜价你卖一只超过百块啦，我无咧喊你讲真，真正，这大只啊，一包，啥物来？有人来发声。比脸大的啦！来，我再给你问一下啦，你看要买啥？问一下，问一下，问一下啦！太可惜啊，阿妈好了，阿妈好了。那阿妈你干要吃？我豆豆问啊。来，写你给我。你等下，甲主动落去吃，第一点吐数吐清气啊！谢谢，完全无啊，这是真正啊！一百，你对我，对我，阿妈你试看卖，今仔只今仔完全吐数吐清气哦，真来命！一百，有人来无？一百，小姐，我讲给你听，认真听，你试看，你相信我一百，好不？最近都没有出去外面吃，就因为你听我讲，小姐，有开放吃到饱的餐厅也没有。你今天买过蛤蟆，后几天买过，所以就只好自己在家里吃吃白虾啊、草虾啊、龙虾。我买这个蛤蟆今天才出健康的，因为你外行的，我本来行的，我一看就知影，这冻的五天未死啦，可以撑个五六天了。简称给给给。有比蛤蟆这蛮就贵，一百个吧，来试试不？我是讲也无人啊，我就是个新招啊，说说也无勉强啊。这蛤蟆你甲试看卖，这个五工哦，一工未死超过一粒啦，五工死未超过五粒。一半蛤蟆搁一包吧，哪有人爱？有无？到店有人爱，说说啦。啊，我即摆甲你介绍一下啦吼，你听我讲一下啦，我常常甲你问一下啦，因为你拢无人要点菜，你若有人咧讲，今年先甲我讲，我先提啦。即摆咸鱼啊吼，光是菜市场要人买，一只卖六十、卖七十，有人咧卖啊，两条卖一百五啦。我咧咸鱼啊，即摆时代拢好食，拢袂咸啦。即条我送你啦，简单一句话啦，一百就好啦，大件足水个啦。无人咱咱开玩笑，三条一百足好食个哦。你若敢买块是啊，有当时我一只卖偌济哩？两条、三条一百块。三条一百块，保证好吃的，保养的狗牙没有，这狗牙没清理了，哪边的？好，我来试一下。有咸，不咸，这是咸鱼啊，但是味真咸，用心，免个收盐。一个个蒸鱼要吃个卖，你下次回来，你还搁等下搁咖啡，保证好吃，真的。这摆这咸鱼啊，我家己人吃了八杯。如果有嘉义闽南的朋友啊。看看那个嘉义附近还有没有什么市场周边的店面啊？想要出租的，有人来，有人来，无人来，谢谢。欢迎联络海王子哦。那边位置太小了，来，想要扩大经营。找老板，谢你哦哈。我给你推荐一个其中足特别的物件嘛，这全菜市啊，网络嘛，网络嘛无人咧卖，你等者，阿伯来。我即摆甲你介绍这个物件嘛，好无人咧卖啊！我甲你保证，人头可能买一台咧卖尔，这货家己真诶，自己信的，我相信找不到任何第二个地方有在卖的了。这台碗啊吼，这盘碗啊吼，叫做鳕鱼碗、蒜鱼碗，这我很少很少，姑姑啊，久久卖一份。这不是一罐菜碗啊，我甲你讲一遍，好吃第一点，请你相信我，不是要买一把，相信我安得。因为这样目睭看袂出来，一包蒜皮丸，
一百，你若相信我，你试看卖咧，因为这个物件外口无人咧卖，这不是做饭啊，你先看看鳕鱼丸啊。这是拢咧做新料咧。一百，妹妹一个了，我还在讲不要紧啊，一百好不好？加肉丸，好好好，无人啊。这里两个不？再包一下，两个不要紧，两个你好不好？你好不好？全世界都知道你身体欠慢，什么镜头我没看过。不管如何，我一直保持一点一个原则啦，真正我袂心酸的啦。叫麦克讲话要讲国语，讲台语我惊伊听。哦，伤济啊啦，一百块，你食看卖，你食看卖嘞，我甲你讲吼，一百块不是钱的问题，你食看好食，搁一百块，我来买走。今日问海王哥啊，阿伯来。来新宝宝站。海王甲你讲吼，即四尾在台里啊是啦，人买台，买台哦，买台，要台两百四，买台家己台两百块，来谈过，我甲伯啊考虑者。来，我渐渐甲你问者好无？点菜点两项，点一项。您能不能点菜？我得要学袂去啊。鸡块，鸡块。可以啦。可以。啊，对。伊咧讲可以，我真正袂记哩，歹势呢。有当时也袂记哩吼，你讲我第四节，因为我记哩无好，可以先来。先对着你讲阿爸话呢，这我先甲处理掉啦，帮你吼，我无敢笑啦，阿爸话一包。饭桶，你不要把你六点半跟导演的事情说出来，我们都知道你不行。阿哥，阿哥，阿爸，阿爸，无啊，我跟你讲啦，大哥，你听我讲一下啦。来，小姐，你等一下，恁两个买啦，一人买两包啦。拢无啦嘛，因为下早我那边几包，我今仔才包出来尔。等一下哦，两包百七啦。百六条啦。无啊。再卖完机啊啦，来可以来啦。真正，我今仔早明天早无做啦，这个历史断者，历史断者啦，贵先来啦。这全台湾算是算你袂贵，袂即色个，实在。这一只你看有啦吼，这贵看有水无？袂用个啊，这只大地是咩个啊？你要大地，你听我讲，你徛咧看就好啊。我甲你安排，好不好？咱讲实在，时间在慢，小姐，歹势呢。我讲的足地，足地，足足地。有当时有足地人家讲哦，你足讲的足臭屁的。因为吼，我甲你到一点哦，第一点人家要甲你哦，公平问题。有大地有小地，我拢小块打一个，错一下，有的大，有的小。但是我咧提手骨都足公平啊。足地人看袂使出来，我咧提足公平，足公平。拢无啊，阿平，拢无啊。我无讲笑啊，无嘛。无嘛。哦，我无讲笑吼。在吗？很好。我等一下。哦，没关系，你扣不扣不扣过我不关心。你扣住啦，对不？前面小姐还安内啦，都还好啦。阿伯够啦？没有啦。真正多啊？毕竟你不是妹子，如果是银勋啦、阿可啊啦、小平啦，我就会比较关心了。但是你，我会漠不关心。我啊，白条你啊，我今仔日白条都无，都无剩本钱啦，我就白条啦，讲真正，真香哦。我查到一个好不好？他的本名叫做简郭阿桃。最后一届就好吼，注意听一下吼。这礼拜我一届就卖完去啊，一届尔。你注意看我咧卖鱼啊吼。我跟你讲，你等一下，
还一包啦，但是我你等我三十秒，我来包开。啊，这你先听我讲一下吼，这包吼是特制啦，历史啦，唐朝历史迄个历史啦。你等下哦，当作柯导林啦，花生仁啦，你若炒，她的闺蜜叫做简简炒，你若炒肉丝啦，拢好吃。这一包一斤重啦，这包可能要八啊八，差不多半点钟啦。唐朝历史迄个历史足深的哦。你若要加买人客，我招一个人客，甲招掉啦，四个人客啦，两包两斤重啦，卖遐伤贵啦，一百了。特制啦，这做好食做生的历史，食看卖嘞，袂晓煮啊。我跟你讲哦，炒那个玉米粒，啊，每年要炒肉丝，这是像历史比葡萄林搁较俗，比花生仁这是真正特制。一百块。你台语不好，听不懂。可以煮汤，会使炖鸡汤，真的好吃。炖鸡吧，真正历史啊，真的真的，这是历史，这可能等下都在过。哎，点七七七的高干。小姐，我跟你开玩笑，这没有大料啦，不用煮很久，你吃干嘛做生的？我人客哦，十个人客有八个等下买第二份，搁一包，两包，一包尔，当做青菜在吃得哦。谢谢。我先调你，我一包我调你，我先调你，而且我提无几号哩，真正大姐你等一下，我提无几号哩。你看，你看，阮少年去外埔啊，大多是咪讲到啊？你看，看阿哩白，一早上了三四十分啊。这鸡腿排啦，鸡腿肉啦，一百块。阿妈啊！迄个阿，迄个阿小姐啦，迄个小姐把个打到边啦。这鸡腿排哦，拢卖炸断伊啊，钱啦，那个卖个炸断啊，气氛较好哩啦，买买条一百鸡腿。阿弟，你是安那？你嘛要一包，伊嘛要一包，你两个不是同的？你还搁一包哦？哦，阿弟今仔买两百块，我实在足感动的，真㖏。我甲你讲好无？你听我讲，我甲你斟一个，阿无阮走遐，阿弟斟一个，你两个斟一个。你好，阿弟，你看一看现实，阿弟，我甲你讲，伊拢无顾道理啦，伊叫我斟伊啦。加一个啦，来，加一个啦，好啦，今麦是个问题啦，今仔日无真济人啊，你袂少啊，足济人去个拢袂要八斤三个啦，八斤三个对。如果有露出，好啦，露那种不锈钢的，还对了啦，那烧一烧不就变成七龙珠了？马上买到钓过来啦，你给你买。你看阿伯吼，阿伯吼，来到这拢无买半项，干那买两百块这尔，你试看卖，这是鸡腿肉，原肉，这个原肉就是讲伊无脆嘛，你敢想吃得到肉丝的？一百元，来去吧，来谢谢。一百元，哪有人爱？哪有人爱？来谢谢，来，无人爱。来呀。对对，快快快！